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收到一个 IBM 服务器试块硬盘，客户说是刀片服务器上的，一个刀片服务器上两个盘，一共是两个服务器做的锐的，经过检测呢，硬盘上被加密了，经过我们技术处理已经搞定，经过16进制编辑器查询，数据在底层完美展现，经过我们专业设备处理，数据已经全部恢复成功，客户特别满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当初的你，曾记得我的那个谁。